咱们一个一个解读也行。富强，有六亿人，有六亿人的年月收入才一千零九十块钱，对吧？六亿人，民主，民主有吗？社会上的民主有吗？普遍的民主有吗？党内民主有吗？你不听话，你就是妄议中央，对吧？你就可能身败名裂，抓起来，对吧？ 如果是真民主，民主得有言论自由吧？那怎么任志强都抓起来了？那蔡霞呢？对不对？任志强已经经过了这个他离职的时候、退休的时候的这个审计，他没毛病。过了九年了，又把他抓了，判十八年。蔡霞已经退休了，退休的时候他没毛病，相当于一个合同，他履约了，履行了他的约定。 他跟中央党校之间是一个合同关系、契约关系，这过了多少年了？我不知道蔡霞多大岁数啊，差不多也七八年、十来年。现在把他退休费、退休待遇都取消了，这你属于毁约呀、啊？你有契约精神吗？你说话算数吗？第三，文明，这社会文明吗？现在说老百姓不排队，老百姓为什么没有排队的习惯呢？这还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？ 中梁不正倒下来吗？对不对啊？那么权力，权力是轮流坐庄吗？是经过选举产生吗？你们坐在椅子上，你们的屁股就从来不抬起来了。这个叫文明吗？和谐？有和入口方为和，人皆能言方为谐。和谐社会，你们实现了哪个了？自由？有自由吗？有拥护的自由。 是吧？没有批评的自由，所以我就说呀：若批评不自由，则赞美无意义，对不对？平等，官本位的社会啊，这不是昨天我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，在首都机场，一个广东惠阳的市委书记就要加塞降落的时候，然后塔台回答说：“正部级可以加塞您还不够格。”等级制的社会，官本位的社会，有平等吗？ 公正，很多案件的审理，大案看政治，中案看关系，小案看法律。我也去法院打过好几次官司啊，小案子都不按法律，都胡来。法治有法治吗？人治啊！爱国，爱国怎么这些官员都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境外了？他们爱的是哪个国？他们爱的是人民币之国？他们爱的是钱？他们爱老百姓吗？什么叫国呀？ 人民才是国，人民才是国家，不是政党，不是政府，不是政权，不是党派，不是组织，不是机构，是人民，对不对啊？人民，人是万物之灵，你们对人民爱吗？你们爱人民吗？你们是怎么打人民的？强拆人民的房子，污染人民的土地、空气、水源、食品，对吧？敬业。 这不都是混饭吃吗？我像我那客户很多都是国家机关，好家伙，一到快退休了，好几个给升了调研员了，享受副处级待遇。他凭什么呀？他一管食堂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给他一正科级就够可以的了。这不都是民脂民膏吗？国库？什么叫国库？没有国库，那是老百姓的全民财富之库，对不对啊？诚信？中国人到处说瞎话，哪有诚信啊？ 对吗？都是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尤其是当官的，官越大越说瞎话，越不说人话，友善。现在中国人路怒症，对吧？这个在路上为点什么事儿就骂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老人倒了没人扶，那个小月月事件，广东那个小孩倒地下被车压死没人管，谁还管该管？ 敢管呀，是吧？南京彭宇案，天津的案件，你做好事儿，对吧？惹一身骚啊！这法律的公正性怎么体现的呀？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这不是瞎扯吗？那个官儿越大，是吧？他越做不到，但是他让你做，让你做什么意思呢？他放开手脚。 他获得了一切的行动自由，他把老百姓的手脚，连你的嘴、眼睛都给你堵上、蒙上，束缚你的行动，拿你当傻逼玩，对吧？